也知道我们还剩下三位男参赛者，他的支持者心情肯定非常紧张。舞台上就是我们现在剩下的三位男参赛者了，屏住呼吸，调整一下心情，下来马上给大家介绍，他们分别是 M1 的 Brian 黄家万， M2 的 Jaden 周俊安，还有 M6 的 Aiden 江韩文。M1 Brian 黄家万，绝对评判认为你今天的表现整体掌握得很好，深情的演唱不止赢得妈妈的一票，也让全场感动，充满舞台魅力。 M2 Jaden 周俊安，评判认为你今天的表现可圈可点，用心诠释歌曲，唱出自己的感觉，而独特的造型打分也让人留下了深刻印象。M6 Aiden 江韩文，评判认为你今天就像音乐里的孩子，不厌倦唱歌，今天虽然带病上场，但表现呢非常的投入，声音呢也掌握得非常的棒。舞台上的这三位男参赛者，到底谁会是第二位暂时被淘汰出局的呢？绝对 Superstar， 有你没有他。第二位暂时被淘汰出局的会是舞台上的哪一位参赛者？你的心情是不是跟着他们一样紧张？暂时被淘汰出局的，他就是 M1 Brian 黄家万。恭喜我们舞台上的另外两位参赛者顺利晋级下一圈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刚刚就是我们暂时被淘汰出局的那两位参赛者，到底他们的命运怎么样，很快就会知道了。我们广告之后再见。